好了，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镰仓。怎么了？我不知道，我跟镰仓不熟，你为什么？我只看着你就问我怎么了，我又没有说话。好，那这次呢是我带他们来镰仓玩。那我觉得镰仓是一个很不错的东京近郊，然后就有的吃，有的玩，然后还有景可以看。这边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点，就是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电车的话。所以我们是来陪你看你最喜欢的点。那我们等一下会呢，先去我们这个小丁通街。叮叮当，小丁通街吃点东西，因为大家没吃早餐。那这条街呢，很多吃的，也很多逛的。耶！然后走到最后呢，我会到我们这个鹤冈八幡宫。我真的不知道，不要再看着我，我压力。你不用跟我们讲，你就告诉我们怎么走。大家能够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好，我们待会就往那边走，我们待会就往那边走。走进去了，就大家开始逛，想吃什么，想玩什么。就 call me， 我就去付钱。啊，好，那我们就出发吧。网友来的话，也可以 call you 吗？可以。我们很屌哎，这个睡了。对啊，他还没睡，看我这个有多硬。好了，各位，我们刚刚买我们这个咖喱面包，刚刚看到很多日本人在排队，所以我们就像个观光客跟他们一样一起排。它是猪肉牛肉混合的，还不错，它里面还有起司。我刚原本以为它的面包很扎实，所以这么大颗，但它其实就是只有薄薄的一层。它真的很好吃的，这一颗不好评。280刚。刚。刚。耶。你把到中文再念哦。你是在哭哦。刚。刚。嘿。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的腰很痛，我的腰前几天也痛，但我们今天的不重点，我们待会儿要吃我们这个竹轮鱼片啊，这个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之有名的。Olay，好，这样大家就挑一个喜欢的。我喜欢店员，把店员带走。哇！拍的像很猥亵，刚刚从裤裆掏出来的。第一名的如何？第一名要吃，因为章鱼超大块，我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哦，很像那个我们在吃的那个旗鱼，旗鱼欧链，旗鱼欧链，但它就是旗鱼欧链的那种。哦，好好吃哦，这比章鱼烧好吃太多。你只是为了要邀请我吧？因为它是冰的，哦，没有热热的。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热的酱油丸子，尤其是它在那个烤盘上烤完之后，它连浇的那个酱都是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嘎热。我看到上帝，你知道吗？那种脑子，跟它好冰，我心好冷。这边已经很冷了，它还是冰的，我以为我在吃冰淇淋。那我说实在，大部分日本酱油丸子都是冰的。那可是因为两间餐厅那个城市，我们吃到的是刚出炉，嗯，因为那个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油丸子，然后它也是热的。那你看，如果你今天是夏天吃到这个，超好吃，好不好？那因为今天太冷。你不要在那边讲那些现在没有发生的事情，现在就是他妈很冷。好吃啊！那边跟我说，如果是夏天，我他妈现在就是在冬天，你不要跟我这边说，如果是夏天这种什么模棱两可的幻想。好的，各位，刚刚我们从这家店出来，那我来日本大部分都会有看到这个店，我都会进去逛一下，因为我很喜欢收集贴纸。然后这是阿辉说一定要买一个大佛，因为这边是这个大佛是他们的一个佛的奶地标，不是啦，就觉得很好笑。八字奶啊，一个哭脸，一个囧脸，对啊，一定要买一个吧。然后这是燕燕买的耳环，啊，好可爱哦。那我自己呢是买的是这个电锯人的东西。奇怪，我以为你会买这边的特色，你买什么电锯人呢？那你去秋叶，你就秋叶买就好了。我跟你讲。哎呀，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整条镰仓的东西什么都有，从吃的到玩的到任何的观光的什么都有。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这个豆菜，但是应该我不确定它有没有咖啡，但总之
它是可以你买票进去，然后跟他们家的柴犬玩，然后他们柴犬听说非常多只，然后我们现在要排到了，我们决定进去看看是不是日本的柴犬比较可爱 ，Let's go。他是文艺书院呢。东方神秘力量，他抱舔他哎。到底有什么神秘力量？为什么这个？刚刚全部狗在舔他的脚。好吃，好吃。舔这里是可以的吗？为了你争吵哎！你做了什么事？你是祸水耶！他赢了，他赢了。他们疯狂舔我，然后舔舔，他发现舔他的舔过的地方，生气。来出棒棒，你不是要先出一口？你是不是在开我黄腔？你出就好。你吃一口。你出啦，你出。你要不吃一口啦？不要不要不要，你出你出，好出，不出的好出，好出的不好出。好吃哎。好出哦。恭喜你。哦，没得到。真的好吃。我没有吃，好难看。没有人要吃，连续被两个人拒绝。不管怎样都不要录啊！范佳宇刚刚跟我说，曹溪现在比较细，我就不要出。你们两个人长得不一样，越讲越怪。你是不是有百人斩？哦，曹溪现在的那一根真的比较细。哪一根？哪一根？曹县的那根香肠，跟辣椒没有比较好，越描越黑。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来到这鹤冈八幡宫。你讲完之后，为什么总是要看着我？你是要等我发问是不是？它是镰仓地区这边的这个文化的信仰的一个地方嘛。看得出来，因为其实这边的人潮真的蛮多的。是的。他过马路，甚至让我有一种涉谷的既视感，小涉谷的感觉，真的很挤，真的人非常。然后这边最著名的就是这个。这个鸟居，鸟居没错，这鸟居非常的大。然后待会呢，我们会走到后面的八幡宫里面去看一下，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对，我记得是可以求个祈福的啦。都不觉得每天祈福说啊，我希望身体健康，这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每天在喝可乐、吃鸡排的人，没有，我每次都还要身体健康，我每次赚大钱，我每次祈福都是赚钱或者是交个女朋友，所以身体会烂光光，少一个身体，少祈福的身体。好了，我们来go。哎，这边今天真的超少观光客的，是还不错这里。嗯，还不错哦。小，好，你最棒，好，你最棒，好，你真的超棒的。好累哦，还要一直夸他。没有，做好该做的事还要夸他。做善事，做善事。你投100块钱之后，你可以拿一个像是小小人形的纸卡，然后它前面就是可能就有一颗圆拱，就开始照着仪式的方式开始绕这个圆拱走，然后走完之后呢，到最末端的时候，可以拿这个小纸人在你身上这样子涂一涂，把一些病痛带在这个纸人身上，然后对它吹一口气，然后投进去，就是消除一下，就是可能你身上未来一些小小病痛，祝福你的身体健健康康。大概是这种感觉，没错。好，我们来投一个，不知道会抽到什么。娃娃最幸运。好，小锤子。他有签呐。哦，因为他有签。35番，终极呀。我是这个6瓢，这个瓢瓢哎。什么意思？这是健康的。哦，你很需要。他的签是吉。我的是青蛙。啊，青蛙是啥？好像是外出旅行可以旅行平安。所以我们这趟飞机稳了。稳了。原来是女蛙。
莫吉小吉，莫吉莫害怕。好看。会是一个这个玉璧。玉璧是什么？家里安全，火灾类的消除。我说你家，你可以放回家，因为你家是金爪店，你确实是要放回家，你确实要放回家。有哎、欸、有哎、欸，有给你放。然后你是小吉，小吉，小吉是小吉。小吉白，你是大吉白。那阿明要抽到小锤，锤子赚钱的锤锤。然后跟大家说我的钱，凶。啊，完了！小声一点，我耳朵要聋掉了。完了，我耳朵也是凶。我是唯一一个抽到凶的人。完了，这可以把它绑起来，那边好像可以绑。好，去绑去绑，我们等一下带他去绑一下。看一下你的，太可怕了！你这个一定要留在这里，不然我们等一下那个女娲就没用了。飞机稳不稳就看我了。笑)我会把那张机卡烧掉，说就不小心丢在你们。还敢丢东西啊？他跑一次脚架的套。那脚架应该没有很贵吧？没有了，一块，可是我们出门前才买的。你这欠骂。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镰仓高校前。这边呢，就是来看我们的灌篮高手那个平交道啊。这边其实就是要看这个海景。然后今天刚好那个太阳虽然没有到很完整，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可能晚一点，也许有机会，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夕阳。But your shiny eyes reveal the simple truth.好，这边人非常非常之多哈，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听说早晨的时候观光客不会那么多，所以比较容易可以拍到比较好看的照片。但我们现在是偏下午过来，虽然可以拍到夕阳，但是呢，人就会超级多。你看，我还买一个樱木花道的公仔啊，在哪里？这是，你是特地把它带来的？对啊，我昨天去买然后带来的。昨天我以为是从台湾带来的，吓死我了！我想说你有这么热衷，我都不晓得。我昨天买的，没有到非常热衷，但是我你买一个贵的吧，你买一个这种。哦这个3000日币，停止，这一次要3000日币，因为我们今天搭的车票还贵，对，因为这是复古的公仔，所以就比较贵一点。那叶穗你觉得呢？啊，没事。打鸟摄影师，快点打鸟，快点打鸟。有吗？有吗？有打到吗？有打到吗？打不到我的超，我的超小的。打两次，打两次，打两次。帅啊！快！打两次，打两次，打到了吗？不知道。打到了吗？打到了吗？他回来，他还是他，快点，他走了，他走了。他想去高飞。他什么都拍不到，好可怜啊！我这就跟芝麻一样哎。好，各位，我们现在要前往江之岛，但江之岛的部分我是完全没做功课。那上面有江之吗？我好冷。没有江。然后江之岛我是完全没做功课，所以我也不知道会能够吃到什么东西。所以你唯一做的功课就只有刚刚那个地铁。没有没有，就是整个啦，就整个，这坐过来也是他妈的，你怎么这样？他妈的，就是转弯，然后转弯旁边那个牌子，怎么打一个就绿色？看我啦！江之岛上面其实有一个宝石塔，然后我们就上去看看，说哎，到底好不好看？因为它会有一个夜景，然后它会点灯，帮全台湾的犯太岁的人点个灯。没有，我们今天已经帮他们，帮我们的粉丝祈福，我们还要帮全世界犯太岁，太累了吧？那厄运会在我们身上。并不会，鳄鱼在我身上，在我身上。在干嘛？我偷抓他的脸的。我刚在前面帮你开路的时候，就有一群女生这样走过去，然后就讲说：“哎、欸，台湾的 YouTuber 阿明跟安安。”我阿明跟阿明跟喜安呐、啊，你就是喜安呐、啊。我眼睛好痛、啊。
这个是，这个是啥？我们刚刚在就是江南这其中这条列车上面看到了一个小车车在卖一个串物，然后我就想说好有趣哦，然后就买了两只，一只是应该是味噌，然后一只是芝麻的味道。我先吃吃看原味。它是甜不辣海。哦，欸，很好吃哎！我说不上来，因为它这个甜不辣，不能拍到里面。它里面其实有点像面包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口感比较像是萝卜糕的口感。嗯，但是又还是比较偏硬一点的萝卜糕，嗯。但是它味噌酱蛮好吃的。嗯，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这个阿伯坐在车上。阿伯就是他烤，等他一下，他会现烤。我将他烤，我将他现烤啦，还少一个限制，我将他现烤啊！你就买芝麻，我觉得芝麻是很好吃的。然后我们出发吧 ，Let's go！ 我们被丢包了，好像有钱人家，左边一口，右边一口，左边一口，吃两只，他两只也才300块，装什么阔？就是个穷逼啊！哇，这个味道超浓耶！什么味道超浓？海鲜味啊！看，好神奇的东西哦！我觉得这个江之岛名物真的要吃哎，这个真的很神奇的东西耶！很意外，对不对？你以为它会很淡味道？我以为这种没有图案的地方有没有？没有味道，是没有味道，但是其实有哎，超级好吃耶，对不对？哎，其实你看，你细品，你可以细品到章鱼的一些质地。就是有那种章鱼，好像烤章鱼那种焦焦的那种香味，有没有？嗯，很酷哎，超酷的。有没有看到富士山？竟然能够看到富士山，虽然有点土包子，但我觉得非常非常之棒。就是你这沿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但没有想到可以看到富士山，超赞的。叶顺，你觉得如何？你今天点选的很棒，镰仓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们现在要上那个江之岛那个宝石塔上，但是现在人非常非常之多，大家看，大概现在应该排10到15分钟左右，那我预计大概排20分钟到30分钟可以买到票啊，我们就可以搭到游乐设施。对对对。全怪了，你的写真集拍完了吗？哦，拍完了，谢谢大家，谢谢。因为我今天是我在日本的最后一天，我要帮他拍完最后一本写真，然后他就要引退了，他就被丢在日本了。他只出道7天。这是我买的这个演唱会的荧光棒，他可以。你的口腔在发亮，都。你现在在看牙医。哎，来，你在照那个灯就进去。有星星的图案吗？很难翻出来。真的翻出来？没错，但是。变身。舞台。我 miss 了。霹雳卡皮拉拉波波利娜贝贝鲁多。这个只有电视人知道。帕梅鲁克拉鲁克月音高卡。代替月亮惩罚你，年代不一样。刚超好像我们刚刚整个走散，然后有没想说找不到人，他看到两个人嘴巴发光走在人群中，啊，那应该是我们的人啊，我们这样，超明显，只有我们在吃。
错吧？如果是你是带女伴来，或者你是带男伴来，我觉得这边应该100分吧。我个人觉得，其实这跟以往逛过的任何一个灯会都蛮不一样的。虽然在下面的时候看起来很像，可是上来之后，你到这个塔附近，它其实这边种了非常多棵的树，所以它把那个灯跟灯之间。现在像这样很密集，但是阿慧有录几段，它是属于灯比较扩散的状况，然后很像星空，所以拍起来就是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灯饰跟以往不一样，而且那个手扶梯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也做得很不错。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讲，他们想要上来看个塔的话，他们是有机会可以上来看的。对对对，就如果你想要用爬的也可以，好，你是说？攀爬的攀爬，慢慢爬走上来也可以，或者你想要省力一点，跟我们一样已经没力了，你就坐手扶梯，就花钱坐手扶梯上来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 vlog 也到一个尾声啊，就我们从镰仓玩到江之岛，我觉得个人是蛮好玩的啦，好玩吗？那你先来，我喜欢那个神宫，就是那个八幡哦，八幡宫，八幡宫。那你呢，苏燕？你不要说狗，我会扁你哦。我正想讲，其实我蛮喜欢这里走上来的时候那条有点像九份的路，然后上来之后这个，我觉得这里就很江之岛真的很值得。那你呢？我个人蛮喜欢，就是刚到镰仓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很冷，但是又有白天温暖的那种感觉，那种气氛。这个点选的很好啦，是真的。啊，你有没有想好啦？我其实蛮喜欢火车的。是蛮复古的，然后配色起来什么都蛮舒服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这边结束啦。那记得订阅我们的《妈故事太夜市女子玩到自然醒》，还有阿边日子。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拜拜，拜拜。好饿，我还没吃饭呢，今天根本没有一餐是正餐呢。安安，我想吃饭。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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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进沙了。你又在那给我剥，你两可是两剥千金。好了，去吃饭了，大家拜拜。观众们晚安，拜拜 ，Jumi。他搞不好中午看的睡三小。对啊，而且现在日本时间才六点，玩个屁呀、啊！睡三小啦。对啊，睡在这边。你有魔杖哦。我要照路。哎、欸，有光了。而且今天穿长袍哦，你是不是巫师？哈哈哈！小了。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他真的本性，这边一直是施压我，施压我 ，push 我 ，push 我。他当受害者。然后他还说吴家辉要把这段拍下，然后我要反着他走楼梯下他拍，我才是受害者啊！不会的，你脚很稳，卡固就好了啦。卡固。吴家辉脚手不舒的把他推下去，这边现在超高，超高不行哎，好不好？受不了，你可都先下去哦。哦，你小心，你小心。跟大家说，这个我们冬天来日本就是一定要喝玉米浓汤，不是它好不好喝，这是一种信仰。他没喝过，他很 low。你们如果还没喝过，最好赶快去喝一下，不然你们也很 low。不是啊，我从来没有冬天来过日本啊，你在哭啊？我夏天来也要喝啊，夏天来应该没有卖吧？找到，想办法去找到，不然你就 low 咖。